我是海产，特别介绍吧，一个礼拜大家就已经忘记了，那样不是很 care 的对？我没有很，我只刚刚听起来不是讲桌家，哪来的路人为什么要打断我讲话？不好意思，请问你是哪里来的？我是关岛回来的海产。好，没有基本这句。不好意思，这个人是哪里来的？可以把他赶出去吗？这边不是夜市，是不是？不然我走错了，我走错了。不好意思，而且那个头发褪色的人真的是不可以来我们节目啊。是吗？就是继续讲，我自己也褪色，对，自己也褪色了，好不好？我们今天摄影师就是，他说你头发是不是褪色？我说怎么了吗？他说没有什么，只是问问而已。你褪色的很不明显啊。他说，而且你头发是不是变毛躁？我说，这也不是变，它就是总是就是毛躁。对对对，没有滑顺过就总是这样。不过你为什么回来了？我真的有点难过哎。为什么有点难过啊？没有，上礼拜讲卓家蛮受欢迎的。哦，真的假的？对，所以我回来就是又影响到了这个收视率了。不知道，可能是颜值下降的。会不会来宾有影响到的关系啊？不会啊，有你知道影响到来宾来我们节目的意愿吗？没有啊，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请到一个来宾硬要来，你知道天乐哥跟我说，我们本来想要刘以豪，但刘以豪一听到就是节目是你主持，他就决定他要退通告，所以后来来是齐小瓜，不是，所以后来来是齐小瓜，才不是，你很乱讲哦，发不到刘以豪了，你不要再攻击齐小瓜了，我们今天只有我们第一炮来宾，我们介绍齐小瓜。耶、yeah, ！西小瓜本名谢文杰，树德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毕业，参加各种造型舞蹈模仿大赛而爆红，擅长跳舞、编舞、歌唱，不止男变男变女变变变，最近还发单曲喽，要用歌声让大家看到西小瓜的内心深处。Yeah, 西小瓜，他还是我的伴舞哦，就是我的伴舞、你是指？就之前他在高。大学的时候，他参加那个一个歌唱比赛。我那时候去比超我的时候，那我找，因为要开场，要开场一个表演，我找不到伴舞，因为我不会跳舞。我就问他说：“纪晓光学长，你可以当我的伴舞？”你付他多少钱？没有，没有付钱，因为他自己也很想红，你知道吗？他那个时候没什么工作。他是有下药迷昏你吗？没有，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我都是以好心，也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就是都帮忙这样。那你后来有没有后悔？有后悔，因为那影片流传到很久，大家都觉得啊，天哪，你以前是他的伴舞，就觉得。等级再怎么样，他就是我的伴舞。你说有影片，好想看那个影片、没有，忘记了。他再怎么样就是一个我的伴舞。关键字是什么啊？西小瓜海产卖啰嗦。真的假的？真的。你自己都上传了，我自己还上传，超荒谬的影片。你们自己上传哦。真的，有人哎，有人看到。对啊。这边为什么会特地叫你们不能露内裤啊？因为西小瓜内裤不好看啊。我没有啊。是说你吧，我内裤。你怎么每次都穿同一件啊？没有，我之前是黄色的。你要看一下，你看一下，他每次红色的啊。他每次都穿那种就是乐华夜市那种会卖一件50块那种很巨大的。因为我就觉得很喜，我就觉得这种内裤很可爱啊。镜头看不看到？看到啊。都女生都会拿来当睡裤的那种内裤哎。那西小瓜穿的。你还有什么盗版的叮当猫啊？是西小瓜穿哪方的内裤？他上次的内裤。你不要这样露内裤，人家我今天是偶像，今天是谢文杰啦。我今天是谢文杰。西小瓜要做什么全裸都可以，但谢文杰不行。真的假的？那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可以推谢文杰头发。我们讲，我们需要怎么发？抓法，这个怎么发他来？我们比较想要看到西小瓜来全裸，真的。那为什么大家不知道西小瓜这个名字一开始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名字呢，一开始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叫西瓜，叫西瓜，就西瓜皮的西瓜。然后因为那时候有太多就是什么小什么小，对，什么小什么小，然后觉得大家都叫什么小伟啊，小什么什么小贤啊，小赖，很无聊就对了。那我也要取一个小的，然后加一个小在里面好了，就西小瓜。可是因为小西瓜不行，因为后来又有台哥哥叫西瓜哥哥啊，然后我就想说那不行，我要走的是搞笑，所以就把那个西改成嘻哈的嘻。哦，就改嘻哈的嘻。对，就改。感觉自己很滑稽。你一开始就想要走搞笑的路线了吗？没有，因为一开始是以模仿跳舞为主，我想说是以嘻哈跳舞这种。Lady Gaga 那个很酷哎，就是之后会跟大家讲嘛。他那时候比模仿大赛是比跟 Lady 比到冠军，然后 Lady Gaga 亲自送他礼物，对不对？对啊，因为没有礼物啦，他就是送我一那个，我去他房间跟他拍照，然后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带他的板子，然后去签名，还有专辑签名。然后那时候我就自己就是想说，哇，可以见到女神，我就做了一个手工的眼镜，我就说，那因为我英文太烂了，我一进去就说。Hello, my diva, I love you. OK, see you. 转身就要走。他说什么？他想说这个人到底是？把一切的英文会的都跟他说完，转身就要走。他说：“excuse me， 就叫我回来。回来以后我就说，我要把做的眼镜送给你，我就送给他。他就说没关系，我在上面签回名字，签我的 Lega 名字，再送还给你。对你来说更有意义。我就说哇，整个哭到一个不行。那你成为亚洲版的 Lady Gaga 之后，你有试着？跟他讲这件事吗？没有，他应该会告你吧？他应该告死你，对不对？就带着
当年他回签给你名字那副眼镜，然后就拍一个 video， 然后就传到他粉丝，就 Hello my diva， 我觉得他应该 Asian Lady Gaga， 然后你的公司接到一堆存证信，你的话还要告你，他封锁你，然后你又打不完的官司，因为是靠他们赚了蛮多钱，现在也是蛮红的，接了不少商演嘛，对对对，还可以包红包给他说，哎，感谢你过去的帮助，让我可以学了一笔啊，我这不得不说，也是因为这个 Lady Gaga 比赛第一名以后，我就去参加超级魔王大道的踢馆，然后那时候还跟那个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大学生的饼干哦，不红那个，对，然后我把他踢淘汰，你把他踢掉，是被你干掉的，对，被我踢掉以后，然后后来又参加第二届，然后才慢慢进入演艺圈，就是因为才开始更多人看到你对模仿的关系这样。哇塞，那为什么有时候你是西小薇又是谢文杰？那你比较喜欢打扮女装的样子还是男装的样子啊？你的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西小瓜就是大家看到的女装搞笑，任何形象都 OK， 全裸也 OK， 就是差不多。对，他刚刚有讲哎，全裸也 OK， 只是开玩笑的，身材也不是太好，因为我们不 OK 啊。那你现在是用西小瓜的身份出现之后，那就单位就直接讲说，哎、欸，你今天要全裸上通告哦。没有，他们都会无极限，然后尽量穿很少很露。大家喜欢看女装的西小瓜是这样子。那谢文杰就是回到我本身，就跟这个单曲一样叫《无动于衷》，是因为开始修图了，然后开始拉。没有啊，那也没有修太多。没有，就是省化妆品啊，没有钱买这样。西小瓜就是比较女装，谢文杰就比较男装，然后回到单纯的自己，然后因为。唱歌就要很认真，让大家看到真诚的我，所以我就回到谢文杰、欸。我刚进来，我真的看到就他很认真哎，就是你知道他刚刚 MV 在放，然后我就看到他的眼，就是他一直在想说他等一下唱歌的内容。对啊，我真的太紧张，因为彩排也很认真，而且他一直很痛苦，他要来这边，因为他说这地方都唱 live 的，可以假唱啊。然后他就说这边没有在假唱的，你假唱我会直接讲出来。像我们刚刚播那个音乐消息，然后不是那个 Yuna 任儿唱那个《青春修炼手册》吗？他们假唱，那也是对嘴啊。不要这样子。而且你现在名字谢文杰，你现在要求我们要假唱，这么没自信的歌手。对啊，不是，就是说你要呈现最真实的你自己。对对对，那等一下走音大家请见谅。走音就是真实的你自己，而且其实网络的观众最喜欢看的就是走音。真的吗？你知道上个礼拜陈大天啊，他唱到一半他说不好意思我忘词了，他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个在节目上忘词的歌手，真的大受好评、欸。大受欢迎吗？真的。那我等一下就做自己。不是，刚才不唱。开玩笑。然后经纪公司在旁边解约嘛，在改啊，那你录。完全没去改，没有直接退通告。然后那个我还要说，你说我喜欢男生还女生的自己的装扮，女生就是电视上的工作，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角色，一个形象，一个形象。那是大家认识我，私底下我完全都是素素的，然后这样出去，最喜欢穿黑色、白色的衣服。就像哎，刚刚我们今天讨论，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今天全部人到都是很暗淡哎。然后我说，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哀悼，我们在哀悼。哀悼个屁！我们今天在哀悼海产回到这个节目。我们今天是要来参加男友的丧礼吧？对，男友的丧礼，这可以吗？放什么风筝？大悲咒。对，后面放大悲咒。好好笑哦！就是大家不好意思，很抱歉。男人呢，放的时候你把那个专辑捧出来宣传。哎，我跟你讲，大家真的很过分，因为不好意思，我今天感到很抱歉。今天还想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多多的。哎，一定要，一定要。然后那个歌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拒绝。然后那个刘宇豪，那个你来的那一集还想会被换掉，我们可以排一下。我愿意，你会来重来。我愿意无从来。你愿意代替还想？而且我跟宇豪哥哥之前有合作过，他真的本人超可爱。真的假的？我们之前去参加。一个，我们可以坐着吧，你是要往撑的，是不是？颁奖典礼，对啊，我们参加一个颁奖典礼，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一起，然后你知道我们就我要牵他的手，然后这样上台。你牵他的手？你会搞吧？你牵了没？签啦，多久以前？大概3年前，那就没什么价值了。但还是有啦，就是那时候勾着他，然后我们这样走走走，在这走上台的路上，这样走走，他开始跟我聊天。那你有偷偷的依偎他一下？有，就这样偷偷靠，他说你今天很漂亮，我说谢谢，我们现在适合聊天吗？你确定这样讲吗？他说你不要碰我。没有，我跟你讲，他一转身，我们立刻摆出专业笑容，然后这样拍完照，然后到后台，他竟然拿手机，他自己的手机说，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合照。真的吗？所以他可能下一次他来。的时候，你看他会秀这张照片，他会聊男友，他跟台版 Lady Gaga 合照过，对不对？然后，你不是既然你都依偎了刘以豪，那还触碰他的肌肤，那理所当然我们的主持人应该换成你啊。对啊，他今天就想来篡位的，你跟我讲。而且我刚刚你讲那个丧礼这件事，你知道我上次去上娱乐百分百，然后我就说，哎，小猪罗志祥哥哥可以帮我拿这个，罗志祥哥他就这样捧着这样宣传，我说不可以啦，这个会让人情不自禁，对啊，没水准，而且眼睛闭，不要看久会想哭，想哭。这很漂亮，有点太色调，有一
太地址是不是？要我们永远的谢文杰，你念慢一点，才刚发片啦，对啊，因为大卖，不是因为你当时其实你三年前就已经依偎过刘宇豪的同体，那如果就是假设你之后有某个颁奖典礼，你必须挽着海蟾的手，就是走红毯，你有办法接受吗？我们得到金曲奖了，工作上当然是可以，但一下台就立刻放手，然后消毒洗澡 ，Don't touch me。但如果对他是双面人，他忘记他是双面人。可是没有，他至少就是为了工作，他愿意忍受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是啦，我就为了工作，我可以坐在他旁边坐这么多个月。对啊，这也是。他这很夸张，可是他很好笑。就有一次也是也是跟另外一个也电视上的朋友，他就挽着他，然后我就说，教官你是不是喜欢？挽着他，就是挽他的手，那边说，你好帅哦，你要不要跟人家拍照？然后后来我就说，教官你有没有机会跟他在一起？然后教官说，才不要，已经死了。我说，你怎么讲出来？你怎么没水准？你怎么没水准呢？对啊，所以我没有讲谁，我没有讲谁，我没有讲谁。以前都讲我们来宾的坏话，有我一直要你有一个来宾一下节目他就说，今天真的是难防死了，我真的受不了。他回家还传 Facebook 的讯息跟我抱怨，但是开水也认同我，按了三个档，第一次就认同了，好不好？我没有这样子，双面人，开水是笑太大声了啦，开水第一次笑太大声了，不可笑，开水第一次回我赞就是这一位，这一次我在抱怨，这一次没有双面团体，双面团体，不是，而且我跟你说，我们整个 crew 都很假面，你看他们刚刚笑那么大声，八成就知道我在说谁。太夸张，我们不能说是一个男生或是女生。对对对，我们不能太坏，我们不能太坏，好不好？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啊，所以就是如果是做工作的话，我工作的话，西小瓜都可以忍耐。对，而且工作，我们今天应该叫你文杰吧？文杰啊，文杰。然后志祥哥哥他说文杰，他叫我出一首舞曲。你知道什么？他说文杰，不要提起文杰，好烂哦！他一直叫我出事，还说可以代言一些清洁剂什么的。文杰，文杰，就跟 Echo 之前莫名其妙出一个好神托，好神托到底跟他有什么任何的关系？我完全 get 不到啊！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文杰了，毕竟传产也是一个很大的哦，对啊，产业。我刚刚看到有人留言，可以跟他聊天吗？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有人说我像吴建豪，吴建豪，他们是瞎讲吧？有人说隔壁因为是山猪，今天来代班，所以很干。好坏哦！今天里面这边有西雅，西雅还是赢山猪的哦。不好意思啦，大家快点来。以前在魔王大道有遇过山猪吗？他没有在魔王啊，他没有在魔王，他是在大热门的时候比较常遇到山猪。对，我跟他合作，然后之前我们合作一个当兵的一个表演，女兵，然后那个破300多万点阅率在 Facebook 上，因为他们那个中国大热门有比一个奖嘛，历届回顾的奖，你有得到，你有入选嘛？对，得到第一名这样子。我对中国大热门最近印象就是，不过是不是有扯得有点远？就是他们那个颁奖假装大赛颁奖，其实最不想同台的艺人。就是谁？我没有看那集。是 Tony Chan 对不对？我有看到这一集。你有看那集哦 ？Tony Chan 哦，如果有机会跟 Tony Chan 合作，你愿意吗？不好意思，我上礼拜才跟他合作过，才跟他去娱乐百分百。然后，你们也太常遇到了。而且一直要呛虾什么的，然后我还就说什么，就是说，不好意思，你的服装有点过气。你还跟你讲 Tony Chan 老师，我就跟他互呛，我说老师你的服装有点过气，老师在发火。好荒谬！因为其实夏小瓜根本没有任何过气的地方，毕竟他还是台版 Lady Gaga。Lady Gaga， 这个讲到你是，可是他今天是文杰，我们要这样对他吗？可以随 Q， 不然老师随便放音乐，他就可以随便来吗？老师来音乐随便按，就什么歌？忐忑。我有耶，太难。来了来了来了 ！Oh my gosh！有感觉了，有感觉哦。这还好。你只是脚很痒，我想睡觉。Boring 是不是。干嘛喽？那 cheer up 可以吧？哇哦！他的眼神很困，他的眼神很困。你想睡觉？哇塞！因为第一次看到他的男装就是。第一次男装。Gaga。没有看过男装。不好意思，你们。一起嗨！耶呀！嘿，来喽！哈哈！哦！还唱？被停掉了，被停掉了！快，我们一起来学这个！这怎么跳？我还不会跳这个。那有拉出来 ？Twice 的另外一首《乌瓦》，我比较会跳。乌瓦，老师叫乌瓦吗？那乌瓦有没有乌瓦？老师找。Oh my god！ 这是最会，最会，来来来，最会，最会！快点，你要站中间，我们在后面等。
来来，我们教你们跳。老师，我们该怎么做？好好。副歌的部分很简单哦。好。来了。小一点，可以吧？太难了啦！看，你手很简单。嘿。点很简单，点，嘿，拍。弹，嘿，这是自己新编的，来了，这边很简单，拍手。爱心，把手举起来两下。丢，爱就所以 fall in love， 一起。那个，不只给手，哎，屁股，屁股，屁股。I get the feeling， 拍手。奇迹梦能干架，一起跳起来，跳，哇，跑。不好意思，认真跳。五万五万 ，I get the feeling， 亲，亲，抓手，跳起来，哈，哇哈嘿。我觉得。我觉得你们两位跳跳汉堡让输出来，怎么还有啊 ？Be on my poker face， 哎 ，She nobody， 我们一起这样好了，好，这样子好听，有没有？哎，有这个好多了 ，Poker face， 这个是有点 voguing 的感觉，好，慢慢往上，哦，这个简单哦，转下来 ，hold 住这里，哎，这个比较简单，有没有？这个比较简单。我觉得你们还是哎，对对对，你们折手啊！你是不是想说我们还是主持好了？还是尽量坐着就好了。大家这么大坐着，哎，我刚刚我跳到内裤都快掉下来，也是蛮累，内裤要掉下来了，好想看。讲出来，不是因为我今天那个监听啊，我身上没有地方挂，你就挂在内裤了，就挂在内裤上。我怎么自己讲出来？我不知道哎。哇，好累哦，这随 Q 随跳，而且。小关是很还帮很多艺人啊，很多节目的艺人去编过舞，对不对？对，像之前我是帮那个亦凡，就是唱《泪崩人》的姐姐，帮她编演唱会，然后还有新歌一首新歌叫《荡妇》，荡妇很适合本身，我有出现在 MV， 所以大家去。KTV 都可以点到这首歌，然后那是我编排的，然后还有帮那个露露最近的新歌露露腿，露露腿也是我编的，这样也是你编的、哦，对啊，哇，怎么了？你刚刚那，你刚刚语气是什么？蛮好看的，蛮好看的。还有之前有来节目宣传的红伶，她的那个新歌也是你编的，靠近我也是我编的。好，怎么了？那你什么时候可以？那你觉得帮你们两位编吗？就是有我们两个跳得起来的舞吗？我跟你讲，任何的人都可以跳舞，只是看适不适合。那我建议你们就主持，就是不要浪费时间，也不要浪费钱，这样子。我小时候也是跳过健康操，哎，真的？对啊，可是那被逼的没办法不跳啊。可是我听说，其实那个文杰的时候在教课的时候，其实是变得一个很认真的模式。他一旦进入老师的时候。就不会跟我们其实刚很明显，因为刚海产一旦就出，刚海产一出现中年大叔的状态，他马上就生下说你认真跳。对，因为我觉得在工作上面，我其实非常认真，非常的专注，因为我希望大家出去的作品是好的。对，如果真的在学习这件事情，因为我对自己也非常要求非常高，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出去都是。非常专业的，不要胡闹。像之前那个有一些比较可爱的一些学生，不好意思说他的名字。你有遇过胡闹的工作同伴？就是开玩在学舞的时候开玩笑，对不对？他可能就没有那么想认真的做这件事情，这样就会有一点惹恼人。对，我就会觉得说，哎，你今天都要突破自己了，那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就觉得说，今天我也想突破唱歌，我也是会去花时间去把它做到最好。对，学歌或者什么，就是我希望给大家看到是最好的一面。我觉得不喜欢大家。说哦，好随便啦，一点点讲就随便像就好了，随便。其实讲到刚刚有讲到教学这件事情，不过很好奇，因为这边有说你是那个周子瑜的启蒙恩师。Oh my gosh，yes， 对，就最近刚好前一阵的新闻就会有出来，新闻很大，他出道的时候就会来访问我。那其实我跟他认识的状态是在台南，我之前在高雄树德读书嘛，然后我都会在台南、高雄跟屏东教课。那教课刚好在台南的一间舞蹈教室就遇到他。那他妈妈就刚好在看这个教室的环境的时候，想说，哎，哪一个老师适合子瑜？那刚好就看到我的课，他觉得不错，然后就让子瑜来上。那因为我教的是比较偏
性感的风格，性感的风格，就让女生子瑜去学这样的风格，因为她以前可能学的是现代芭蕾这样子比较慢的一些舞蹈风格，然后尝试不一样的，对，然后就先踏入了这个性感的舞蹈风格。后来因为有一个成果展，我就把它放中间，然后后来就刚好那个 JYP 的公司的一个经纪公司的人看到，经纪公司的人要来台湾星探来看，然后就在舞蹈教室找人，刚好就看到这张照片，他在中间，然后就找他来试镜，然后就被找去韩国。这样真的很棒哎，这样真的很棒。对，其实蛮多的人都会去舞蹈教室找人，那刚刚好就被找到，但其实有很多很多都被找到。那像高雄的舞蹈教室也有一些小朋友被找去，他今年去年也有去一个新的，然后在刚好最近啊，我要来上节目，还在跟一位姐姐，韩国的一个姐姐，她刚好也是要来，最近要来台湾又要找人，所以我就是会在这礼拜都会陪她去寻找一些新的朋友，因为我觉得演艺圈都要互相帮忙，真的，所以我不会觉得说她比我红我就讨厌她，或者是她不红我要讨厌她。我觉得大家都有才华，就一起去互相帮 忙。你看他今天子瑜很得到这样的殊荣，你会感到很光荣，很骄傲。对啊，虽然我现在不怎么红，就是教怎么教一个跑那么快一样，但是你现在已经有一个徒弟，就是已经跑那么高了。对啊，就是我觉得以后还可以有机会再合作，比如说在某个舞台上一起出现，我觉得超棒。哦，一定有机会。而且其实说真的，海产，如果你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现在到各大舞蹈教室。还是我们就是去报名，我们两个就报名了。因为刚刚小光说的是真的，因为我以前在那个东区的一间舞蹈教室当柜台，然后当时是真的会有很多外国的经纪公司啊，然后其实不止外国，就其实台湾有一些歌手，像那个陈彦允，就是从就是在我在那间教室那时候，就是直接找 dancer 拍 MV 这样子吗？没有没有，他是直接在那边，因为那个老鹰都会在我们那间教室上课，然后刚好陈宇那时候在那边当老师，然后就直接就被找过去。哇，太酷了吧！那所以这是你的，我的福。那我去报，我们两个去报名系，会收我们当学生吗？文杰刚刚不是说我们俩主持就好，他刚摇头他想都不想都摇，超级摇头可是我们预算有300,000那就可以接受。那如果之后我们出单曲，还是要为了钱呢？如果我们出单曲，就找你编舞，你会愿意编吗？当然会，因为其实我真的，大家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错误观念，就是觉得去舞蹈教室教上课都是很会跳舞的人。我问你，不会跳舞的人才会去上课啊，才会学啊，怎么会上课的人就是会跳舞呢？不用害怕就对了。对，我觉得大家都要跨出去。等一下，怎么会有人说想看开水 solo 跳一段舞？其实这样，很刚好。今天刚好，因为开水最缺就是女人味，而小花最多的就是女人味了。我上一次跳舞是我去综艺大热门哦，然后很荒谬吗？不是，是浴室好声音。然后结果后来因为我对面是那个国光女郎，然后就是穿那个，就是她那边里面还有在塞东西，然后整个就砰，然后你知道我要穿，我中间说你要亮相可以，但你要先 solo 一段。你知道我跳什么给她看吗？我跳健康操。是很解啊，最后很解，很有特色啊！我真的是非常的勇敢，对，然后我就被虚报了，后来有让出来，对不对？有什么办法？还有我跳，我就不会啊。那有办法让一个不怎么有女人味的女人吗？就几招让变成有女人味吗？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其实女生本身她自己的身材条件就是非常足够了，然后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来做一些动作。开嘴，马上教你。可以先把监听从我的内裤上拿下来。哎呦，一些。海的味道，可以尺度可以那么大吗？可以先看一下影片。等一下，浪荡上有只有我吗？有当然啦。太跳了吧，浪荡是。我们好酷哦。他说海产难免女人味，有人骂你。我哪需要女人味啊？他有一些狐臭吗？他有一些腥膻味。对，腥膻味。看什么影片？导播说先看一下影片，但是是。有人说好 N 字腿，那我们等一下来示范 N 字腿。谁看到 N 字腿？我穿长裙哎。你在旁边有开叉，蛮时尚的。哎，大家说你今天穿性感，来，我教你一下这个。来，我们在这边。好，这个吗？跳这个吗？他会跳。这是哪一国人会啊？好，没关系，用这个音乐做。继续送给那个。哇，开叉！哇，今天开水要挑战尺度最大的了，是不是？牵起了我的路线。帮你救命啊！来吧！老师，你要前面一点，我才看得到你。我好嗨哦！开始这段。耶耶！这个我会，这个我会。
各位朋友，这一集没看到这就吃亏了。我们的开水准备来挑战第一次如何当女人这件事情，他会不会挑战成功呢？他本来就是女人啦，我们一起看看他会不会挑战成功。我们用刚刚那个来，我们就是首先，两只腿最重要，一起啊！我们性感不在于脸部表情，在于你的身体肢体，你的 body control。body control。那我们先把脚这样往下放，等一下，慢慢的时候会卡住，没关系，我们就尽量的打开收，然后屁股慢慢起来，要看到这个 arch 的感觉，有没有？有吗？我觉得你的上半身非常的漂亮，我们就加一个动作，加这个手放在这边，一、二、三、四，加一个头起来，很好，有哎，手下去加快喽，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很好，来solo solo。老师验收验收，我忘记了，你刚刚说什么？验收，先进去开起来，一二，嘿。어떻게 내가 부치기서원게나우와우와하게나불어줘有没有？我觉得蛮漂亮的，蛮漂亮的，对不对？这样子有男朋友吗？可以，这样子有男朋友可以教。每个人是一个男人，就用这一招。哎呦，好好笑！刚刚是来收收，你要收一段吗？应该很正哦。开水，开水，五六七八，对嘴，加油！对，都赢他们。你不能好笑，你不能好笑，你不要好笑。太累了。你要性感，性感，性感。我们一起，好，我们靠背，背靠背，走，往下，往下，转身，转身，然后起来，对，转身起来，起来，换位置。有没有这感觉？你很会跳舞，拍一下，来，拍手。啊，你丢，比个抓他回来很好，比个爱心，很好。我第一次看开始做错了。哎，我觉得很有啦，他其实有潜力，蛮好看的，真的。只有比爱心会。其实你是可以性感的，你不要搞笑，不要搞笑，性感，性感，你今天是性感。性感一点，性感的 pose， 性感的 pose，Angelababy， 脚伸出来，这只脚伸出来。哦，小姐，小姐，不好意思，你怎么有腿毛？超长的。这样子往前摆，这样子，把你的挺出，抬头挺胸，抬头，很好，好，然后看一下，蛮美的，有有有，我觉得大家都爱心哎，有哎有哎，好难。满满的爱心呢，很棒哎！哎，那个不好意思，经纪公司看到了吗？那个我们之后可以可以做一些，好乖来上课。对啊，女生的舞蹈教室，真的，而且第一看你这么搓，可是其实是好看的，其实你是可以挑战性感，你可是你会一直想要去好。好，等一下你抛开客套，你的邪心底一直要浮出来了。不是，因为我经纪人，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有计划要再做新的歌，然后我经纪人就说，我真的很怀念我们第一次见面，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我现在的经纪人，我当时是歌手，然后说我真的很怀念我第一次见到你那时候你全身上下歌手的气质，我说有一点回不来哦。你现在邪心的那个灵魂呼之欲出的，哎，因为当歌手赚不到钱嘛，你觉得？对，因为当歌手宣传费用比较少一点点，但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好的作品。对，好的作品。然后刚刚大家都有看到 MV， 就是希望有一些为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族群说话，这样多元成家嘛，现在希望大家可以帮助大家。MV 拍的很酷哎，其实里面拍的很酷，大家可以去搜寻，就是无动于衷那支 MV， 然后点击率听说也是破30万，对不对？快要了，快要30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可以请那个谢小光，我们就唱一首无动于衷，好啊，那我喝个水。你知道我最喜欢这样子整来宾了，玩太开心了啦，不要乱唱。我们有一次忘记哪一个来宾来，然后我们就大玩，玩完之后马上唱，他说现在要唱哦。而且是唱超慢的歌，还是然后唱完就大跳 Just Dance。我的也是慢歌，还是我们就放用放的？我们放原本的 MV 给大家听好了。好紧张哦！不要紧张，加油加油！
沉默的你不想说话，沉默代替你的谎话，深不可测的眼睛隐藏着千丝万绪，另一个你歇斯底里，想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忽明忽灭的灯就像是我们的爱情。帮不上什么忙，放不下，迟早也该放下，没理由让故事继续美满到结局，让眼泪慢慢流。过去的你太温柔，温柔地抱着我，却只是一场梦。以为我有勇气承受梦醒了之后的空洞。过去的我太温柔，投入你的怀中，现在剩下什么？怔怔地看着我，你却无动。啊哦！会唱的观众朋友一起唱。真的是现场哦！别说话，帮不上什么忙，放不下，迟早也该放下。没理由让故事继续美满到结局，让眼泪慢慢流干。过去的你太温柔，温柔地抱着我，却只是一场梦。以为我有勇气承受梦醒了之后的空洞。过去的你太温柔，投入你的怀中，现在剩下什么？怔怔地看着我，你却无动于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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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想起你的吻，我的心还是会痛。时间会带走那些莫名，过去的你太温柔，温柔地抱着我，却只是一场梦。以为我有勇气承受梦醒了之后的空洞。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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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过去的我太温柔，投入你的怀中，现在剩下什么？真正的看着我，你却无踪雨中。文杰，你不用担心哎，其实你唱得很稳啊，而且因为你刚刚其实上现场那个条件很严苛，因为其实几乎听不太到自己的那个声音，对啊，对对对，而且喉咙有点坏掉，很尴尬。不好意思，我们这边。那个，不然等一下的话，可以帮他那个麦克风声音再拉大一点。不过，其实刚刚那个状况下，你真的唱得很稳，而且他很认真呢。他跟当初一样，他很认真。有人留言说你的声线是很温暖的。对啊，而且刚刚有观众说你现场唱得很棒。对啊，谢谢大家的支持。你有花钱请林也来留？有花很多朋友。每一个人你是花了多少钱跟他们？人脉都用光了，对不对？我的厨子那个厨具都差不多没了。对啊。可是我们今天有一种刻苦的感觉。可是西小花其实练唱其实练得很辛苦啦，因为之前跟
跟他的乐团的乐手聊过啊，其实因为也被刁过一阵子嘛，他因为他也节奏感不好，他听不懂，好像进不去嘛，进不去音乐的时候就是会抢拍，對對對，因为我太想要快点听乐器的，对 对, 對。哦，所以这个感觉，你说唱歌的时候那个节奏感跟在跳舞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对，跳舞就是那个拍子都是比较重的，像那个吉他非常的难抓，我进不去，一直听不到，耳朵坏掉这样，就是因为那个吉他非常的需要感情，很投入。那我这个人又很喜欢人来疯，观众突然一叫，我就晃神。你没有看刚刚金姐在找场吗？金姐刚刚旁边这样子，他刚刚这样，对对对对，哎、欸，很像在那个。他鼓励。我以为是 Nono 在玩哈哈，你知道没？太多了啦！刚刚太多了，好笑、喔。好了，坐下。然后副歌还在那边。合唱团，怎样青蛙、欸？哎、欸，刚才讲什么？刚看什么？现在就觉得天哪，好感人哦。对，如果刚好照出去的话，我今天很用心在帮你倒唱、欸。他很害怕我唱，他只差没有帮你写字，他没帮你跳，那个当 KTV 在帮你跳而已。最大评分，对。你不要这样子弄大家的经纪人，烦恼、啊。连经纪人都一起弄這樣。文、欸、杰，你觉得你反应应该是蛮快的吧？对不对？对，我反应蛮快的。我跟你说，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就是那个，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对你进行就是三分钟，哎、欸，反正就是挑战的欠揍问答。超无聊问题，而且我跟你说，那个问题真的是超无聊。那个答案我刚看了，你刚刚在唱歌的时候，我在研究那个问题的答案，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对，而且这边好，就是如果你这样等下可以答对超过一半的话，海产就有荣幸替你伴舞。伴舞、啊？那我算了算了算了，不要那你还是不要，这一趴不玩了。伴奏，伴奏，我伴奏可以，伴奏 OK 对不对？哇，我不随便帮，不随便帮别人伴奏的。白板对不对？我们都有白板哦，在旁边，在这边。好，那我们来玩。哎、欸，这边我们是不是要放轻快一点的音乐啊？对啊，好像这样好悲伤哦。对啊，好想哭哦。对啊，一直无动于衷。我们不管怎么问，然后七小关就是无动于衷。对啊，我不答。无言以对。我打歌，我不说。然后老师来一个轻快的音乐，好不好？老师哪里有老师？就他的经纪人开始唱了，哈哈，经纪人很正直哟。对，回答欠揍。没有音乐，对对对。那我们是老师音乐开始之后，我们就开始这个游戏喽。老师现在找他，现在找不到音乐，他现在慌张。你讲错了，我们没有老师，我们有导播、啊。我们导播的歌也可以啦，好、啊，什么歌也可以、啊。学生的一起打个歌。那我准备好，我们接下来要回答那个。啊，对对对。我以为会出现黄金传说。噔噔噔，哎，这可以跳舞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们来跳。超级 OK。噔噔噔噔噔，哎。好了，我们现在要进行问答。噔噔噔噔噔。好会跳哦！好会跳哦！第一个问题，你参加赛跑追过了第二名，请问你是第几名？第一名啊？错？为什么？第二名？为什么？因为你追过了第二名，你追过了他之后，你就是第二名啊！好白痴，这个赛跑拜拜好无聊哦！下一题，为什么？这很难解答、欸。我解释，因为你现在赛跑，你现在第二名，第二名，你追过第二名了，你就是第二名啊。那哦哦，我知道，原本我第三名。对啊，你追过第二名，哦、因为你是第一名，不可能你已经在第二名前面了。都是逻辑。好，那你参加赛跑，你追过了最后一名，那你是第几名？我追过了最后一名，那我大概是第九名。错错，追过最后一名，你可能就是第一名啊，因为要追过最后一名的话，你就是也只有可能是第一名。超过了那个。对啊，你全第一名而已啊。好，哪一个英文字母最会下跪？力吧，力。为什么力？因为他这样写啊。错。D。为什么？因为 D 会跪。好无聊哦。好生气啊！好生气啊！这个我问不出来，我没有问题。好，我想睡觉。谁还没当爸爸，就先当公公？我本人。好了，算对了，算对了，这题没办法反驳你。好，我本人啊。什么妖怪？人类最不害怕？海产。好了，这题好像也对，对不对？没办法反驳的。胖子跟瘦子一起跳楼，谁会先出现在地面上？跳楼？对。不知道，哎，答案我说不出口，很无聊的。你说，观众，对不起，这个题目也，你说跳楼还要有观众在下面，这很没水准。什么动物能贴在墙壁上？壁虎，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它就爬在墙壁上啊。海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海豹本来就粘在墙壁上。为什么？他是说这个海豹啦。对对对对，他说这个啦。那不是照片。什么动物最胆小？胆小鬼英雄，错，海狮，为什么？那海狮会害怕。好啦，等一下，对不起。一个哑巴想买牙刷，他模仿牙刷的动，他哎、欸，一个哑巴想买牙刷，他模仿刷牙的动作，店员看懂了，把牙刷拿给了他。那如果一个瞎子想要买一副太阳眼镜，他应该要怎么表达呢？
是一直这样看，大家看不到啊。他可以讲的、啊，你是白痴啊？他又没有嘴巴又没有，不知道。他的反应真的很冷淡。对、啊，我自己哎、欸，你知道我们他无动于衷哎、欸，第一次这么尴尬，他真的无动于衷。对他无动于衷，他一直在旋转。嬉笑过无动于衷，我们两个人真的不知怎么办，到底是谁出这种题目？来，下一题，强尼的妈妈有三个小孩，第一个小孩叫四月，第二个小孩叫五月，那么第三个小孩叫什么？五月天，就是强尼，因为强尼的妈妈有三个孩子啊。对，水饺是男生还是女生？这题有够无聊。水饺是男生还是女生？关我屁事啊！他是男生，因为他有包皮。哎呀，可以说吗？可以啊，可以啊。你们尺度很开哎、欸。啊，我们很开啊，我们超开。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小白的。两白错，小白兔，小白兔，我本身是白兔。卡通人物谁最喜欢帮助别人？卡通人物谁最喜欢帮助别人？小丸子还是谁？小叮当，小叮当。哎，对，对，为什么？因为他的很多魔法、啊，不是？对了，算你对了，叮当。因为他伸出他的援手。你是不是听不懂？我听不懂。那我要跟他剪刀石头布。你刚说他伸出援手的瞬间，我有点害怕，我不敢看他的表情。伸出援手，他就很。对啊，我是不是太哇，好可爱的故事、喔！来，我们一起翻了一个白眼，作为这个游戏的结束。三二一，这游戏结束了。你们这样会不会伤到泰勒哥的心啊？不会啊，这个游戏就是、欸。可是我真的觉得很棒，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没有极限，我们就每一次都会出现新的东西。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出现的新的、這個欸。哇，谢谢他们为了我想这个题目。可是你刚刚快睡着了。对，差不多，现在大概九点半。是不是很像那种国小二年级那个一那个？猜谜的题目了，对、啊、对，什么灯笼元宵节这样子。哎、欸，可是其实我很庆幸，还好就是文杰是这种反应。如果是一般歌手，就我反而会有点尴尬。你说假，不是他们会假笑。哦，没有跟着笑。我最讨厌假脸女星，真的。有谁？你讲一个。那个啊，很多啊，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很多有一些女明星是像信什么？是什么？你说练舞的时候，他可以给我们一点提示吗？他咬着槟榔在练 MZ 的。大家好，我是谁谁谁，回家大吃槟榔。然后他说谁会大吃槟榔？开玩笑，一跳 MZ 水中，然后剥槟榔，很美吧？很美。来，你爆一个，就是最没有差的料，你觉得爆一个？你可以报一个你最熟的，谁啊？我不知道、啊。你要是报海产的，我们真的没有要听。我没有什么朋友，其实好吧。这也是一个料，倒也是。听完的瞬间有点心酸，很符合我们今天服装的主题。对，那报这个。好，报。所以我现在可以听你可以成功，你成功了，你成功了。不过你刚刚好，你刚刚其实有成功了，你刚刚成功打倒我们，所以这边就是这边我们就成功的把海产出借给。他说又要收到纯正信函了，准备又要被告了，我要被告了。对，就直接告他就可以了，女明星。他的经纪人在那边，他可以签收。那个纯真信函，你要唱什么歌？哎，我要带来什么歌？哎，该不会是情非得已吧？不是吧？不是，应该是那首他在那个很好听的一首歌，他在他的生日演唱会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曲。哦，对，就是很非常适合我跟我的好姐妹们的歌。好姐妹吗？大家听一听看前奏就会知道什么歌。那 key 要帮我转一下。他今天要开始了，好像等下照一下他今天会早上哦，准备好，站起来，一整齐洁白的床是我倾诉的地方，抱你哭着到天亮，你等待幸福的厨房，那次情人节晚餐。却是我陪着你长安，衣柜不算太宽，藏着你的天堂，依然欢迎我分享，我们的爱很像，都因男人而受伤，却又继续碰撞。当天空昏暗，当气温失常，你用巨大的坚强总能抵挡。当尖锐眼光，当刺耳声响，你用
彩虹的浪漫温柔包装。床是我倾诉的地方，抱你哭着到天亮。你等待幸福的厨房，那次情人节晚餐却是我陪着你长安。衣柜不算太宽，藏着你的天堂，想我们的爱很像都因男人而受伤，却又继续碰撞。当天空昏暗，当气温失常，你用巨大的坚强总能抵挡。当坚韧也炽热身上，你用彩虹的浪漫温柔包装。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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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万人大合唱的感觉，对，真的，他那天就那天生日的会，就最后一首歌带来这首，然后就大家一起摇摆，然后因为是 Life 的乐团，所以气氛就更嗨，就这样一定很好玩、啊。而且因为他 A 段接副歌的时候，因为他抓不到 key， 他就下没有。有刚开始他说，我应该抓一下 key， 我就哆来咪发嗦啦哆来咪发嗦，因为那个前面太低了啦，其实有一点点不是我的 key 这样。他因为他男 key 他唱不到，他就他到原 key 第八度。你不贴心啊，你应该要帮他挑一个 key 啊。那是他指定的 key 哦，真的、哦，他指定的 key， 不好意思，抱歉，抱歉，有时候制作孽是不可活，不好意思，抱歉。哎，不过你刚刚讲的之前是生日音乐会，那你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活动可以让公开的活动大家可以参加？最近就是没有，没有，也太没有了，没有钱，没有，没有吧？经纪人在干嘛？没有钱，大家都没有钱，我在家都好饿哦，我每天都待在家里。那最近有什么节目会播出吗？哦，有，最近有娱乐百分百啊，然后还有一些小明星大跟班、综艺大热门，然后还有。大学生里面其实都会看到我的出现，好红、啊、那最近其实我已经在慢慢的准备了快歌，因为大家喜欢看我跳舞，你知道还有快歌是不是？对，后面会有快歌。然后那你是用什么模样呈现的快歌？就会回到西小瓜的身份，就像张惠妹跟阿米特，你又来了，你真的会被告。所以就是无动于衷，但是是发行是单曲就一首歌，先数位单曲发行，那一首歌后面的时候快歌就会加无动于衷一起做一个实体的时候会发有，所以现在这些就是首播就是。但既然这样子，你的快歌还没有拍 MV 嘛，对不对？还没，还没。但是我之前我都有一些 remix 一些歌曲，所以其实也可以带给大家。但活动的话，其实到后面应该都会继续办，像一些校园都会开始寻找。那如果还有想要找我的，也欢迎大家马上来。那如果是 MV 里面啊，就是因为这是快歌，那如果海产愿意帮你伴舞，你可以接受吗？我跟你讲，他很贱，他第一支 MV 他很贱，他因为他第一支 MV 在讲，他在讲那个在就是讲同志的故事。对，我说，哎、欸，我跟你讲，我要演，我要演同志，我不用钱。他要找帅哥。他想说，我不要。不是，因为我们同志还有一些菜的一些挑选，本身海产就是真的不是在我们不符合我們這個。而且他一直说他已经没有预算了，我说好，我跟你讲，我挺你，啊、你没有预算我挺你。而且不是，你想腐女会喜欢你吗？同志又不爱你，腐女又不爱你，谁、啊、爱你？他女朋友爱他，我女朋友哦，对对对不起 ，just 他女朋友爱他，情人眼里出西施，而且是西施犬，不是西施哦。那最后我还是要送给大家一首歌，要最后了吗？我看一下哦，你还你还有歌要送哦，不行吗？有啦，不是啊，因为刚刚讲到说他之后还有新作品，他既然是快歌的话，然后大家又，你那是 remix 版本的嘛，对不对？可以啊，一定要送你。跳进来，还是有好对，对啊，其实有很多啦，还是你就跳就跳出去，刚好就中箭，你就跳出去好了，你跳出去啊，不是有歌唱经纪人就跟着也跳。要结束了吗？好想哭、哦，很舍不得，对不对？对啊。
时间过得很快。你确定现在几点？现在56分了。等一下，刚刚想说十分的意思就是之后你愿意让他期待你吗？还是你把经纪人拉进来一起跳？他会生气。好，生气是不是？最后一首跟大家送给大家是跳进来，就是也是张惠妹的歌曲，来喽。来喽。来给他跳动感的我。好，动感是不是？我们两个会转圈圈啊。这个不是原 key 吧？No。为何没人让我知道这有怕，要等我发现他，我心里面的话才告诉自己，我想跳到没有妆，起舞在每个窗，让所有人都当我跳舞这才放，来一起跟我放，让所有人都放，请 DJ 继续放到天亮，自然不勉强，傻睡当面霜，就跟我一起跳进来，Let's do it, bitch. Oh, sorry. One, two, three. 跳，就跟我一起跳，像心脏一起跳，往音乐里面跳进来。跳，就跟我一起跳，像心脏一起跳，往音乐里面跳进来。跳，往音乐里面跳，往音乐里面跳，往音乐里面跳进来。不准站在那不动，讲话从没有风，白漂亮没有用，你最好给我疯，起来到头发松，全身体都是空，等音乐下就蹦起蹦，来一起放，来一起跟我放，让所有人都放，请 DJ 继续放到天亮，自然不勉强，下水当面霜，就跟我一起跳进来。跳，就跟我一起跳，像心脏一起跳，往音乐里面跳进来。跳，就跟我一起跳，像心脏一起跳，往音乐里面跳。玩手姥姥。叫声。跳，就跟我一起跳，像心脏一起跳，往音乐里面跳进来。跳，就跟我一起跳，像心脏一起跳，往音乐里面跳进来。跳，就跟我一起跳，像心脏一起跳，往音乐里面跳进来。Yo， 跳，就跟我一起跳，像心脏一起跳，往音乐里面跳进来。Yeah， 好累哦。你超像舞龙舞的，你怎么这么没水准？而且你还被观众骂说导镜头超不专业，好没水准的人。你这个人笑话。哎，我还对拍耶，跳。有啦，你刚刚有。他刚还讲刚刚真的很努力。蛮累的，现在体脂肪大概有减了0.1。我好喘哦。好累，好难过。我们现在是会唱跳歌手，准备无限的麦克风。对对对，我刚刚卡到，一直打脸，不能大跳舞。你看起来脸很痛。好啦，不是小王，你下一次再发那个单曲的时候，还有机会到我们节目来那个吗？有啊，一定要来玩，因为我觉得很缺通告费，很缺通告费，很缺曝光率。希望大家多支持谢文杰的《无动于衷》，今天还是谢文杰的身份，所以要比较。不能尺度太开，但刚刚好像破梗了。没关系，慢慢就会打开了。因为像之前那个大天也是，他第一张的时候非常的矜持，然后就越来越开放。我相信下一次来你就可以。我还在喘，没话讲。你平常动太少了，太多嘛。不是，刚才很认真，像抽筋的舞龙舞狮一样。对，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希望支持我的话，就可以去数位下载这首歌，然后还有可以去我的粉丝专页按赞，多多了解我的讯息。远传 O Music 也下载到你的音乐吗？远传 O Music 去下载新的音乐，设定手机来。对，那大家如果就支持谢文杰的话，一定都要就是在各方面好好支持他。那当然，像刚刚他所讲的，就是如果你想要follow到他所有最新的节目啊，或者是现场活动等等的动态的话，都可以在他的粉丝上找到。你喘太久了吧？哪有那么累，根本没跳。太累了吧？那下一次跳舞曲来上我们节目的话，你是不是要直接死去？我只能跟大家说，我的舞曲很认真的。大跳舞，真的假的？有一趴是超帅的 solo 舞蹈。那你下一次要是来我们节目，你可以先设计好，你在大跳的时候，我们在后面可以做什么吗？
好，那我先想一下。还是你这块板子带着。那我通告费可能加到35000，还要帮你们编舞。你知道这节目主持人，我们最需要就是不要这样。我们要被赶走了，是不是？没有，他刚我大飞走，有点崩溃。哎，我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大热门要播的那个，我在那个大热门里面有真的有跳大悲咒这首歌。真的假的？那我们下次也可以来合作，因为大悲咒我本身是蛮会唱的。哦，真的假的？对对，我曾经在1000人的面前演唱过大悲咒。好，太棒了！大家对大悲咒是这么有想法。谢谢大家，那么希望下次你想包养，我们可以合作大悲咒以及 Dancing。耶！那今天谢谢文杰来上我们节目，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拜拜。